民进党基隆立委要派谁来参选？地方喊话，如果找不到人，可以考虑派刺客鸡排妹郑家纯来参战。被点名的还有基隆出身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敦涵。但党内提名策略小组成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提议，可以考虑前市长林佑昌，因为佑昌现在也是当内政部长哦，然后而且部长有很多的国政要处理，所以也不太适合临时再换人。根据三立新闻掌握，民进党中执会上有人当面询问赖清德基隆提名问题，赖清德会中说林佑昌留在内政部处理国政比参选立委更适合，而林佑昌个人意愿也不高，除了推荐蔡适应外，也建议可以找过去市府团队政务官来参选，像是前民政处长王余森就被点名可以当刺客出战。不错啊，他以前就是民政处长，以前跟里长150几个他都几乎都认识啊，国会议员的选举当然是要尽量是能够找地方上的啦，如果不可以的话你空降也没有关系啊，形象比较好的，而且又知名度又高。王余森暂无回应。另外前综合发展处长林坤峰也被点名是可出战人选，而党内虽然不断力劝蔡适应再战，但他仍未点头。祝福民进党尽快的找到他们自己党属意的提名人选，不让国民党表现出胜券在握。民进党要全力守住基隆，怎么找出最强棒？从党中央到地方都在努力当中。再来，请我看。